2月14号啊，好像是跟我们没什么缘分的日子。嗯，这就是我们这种一无所长的男生的宿命啊。给喜欢的男生送巧克力是什么样的心情啊？虽然我也很想送巧克力，可是不知道送给谁呀。给爸爸怎么样？我每一年都会给爸爸巧克力的。给爸爸？他收到巧克力会开心吗？嗯，我爸爸总是很开心的吃呢。我家的爸爸会不会开心呢？好像没见过他吃甜食啊。没关系的，如果是女儿送的，他一定会很开心的。能得到巧克力真好。山根，像我这种人一辈子都得不到吧。肠胃又不好，体育又差，性格还犹犹豫豫的，真是一个优点都没有啊。山根，你也是有优点的啦。真的吗？那我有什么优点啊？山根的优点是，小丸子是在为难吗？啊，对了，我在3个月前看到过山根牵着老奶奶的手过马路的样子。哎，那个时候的我，那个时候我就好感动啊。想着山根好伟大，好优秀，谁要是不给这样的山根送巧克力，那真是太没眼光了。现在的小女孩真是没眼光啊。因为我长得不好看呢。好嘞，我现在就去弄一两块巧克力过来。啊，冬田，把你的巧克力送给山根吧，他从来都没有收到过巧克力呢。真讨厌，这是要送给大野同学的，为什么要给山根？切，不行嘛，还有谁带了巧克力呢？啊，想起来了，花轮同学。啊，太好了，又出现了一个来给我送巧克力的天使了。花轮同学，你收到了那么多巧克力，就送给我一个好不好啊？我为什么要送给你呀？应该是你送给我才是正确的情人节的过法吧。别钻牛角尖了，你就送我一个嘛，我是要拿巧克力给山根的。啊，你不会是喜欢山根吧？也不是喜欢啦，虽然不知道是为什么，最后结果就是我要送他巧克力，所以就给我一个嘛，拜托啦。啊，这42盒巧克力豆饱含了每一个爱慕我的女士的一片热情，所以真不好意思了，我的巧克力不能送给你。42盒，真厉害呀！全都吃掉的话，会流鼻血的吧？花轮他好像收到了42盒巧克力呀。有钱的人得到的真是越来越多了。山根，对不起啊，没有把巧克力弄到手。如果我将来开了巧克力店的话，一定会送你巧克力的。我怎么觉得这个又遥远又飘渺啊？不知道我手里只有50元的话，能不能买到巧克力？可以的，50块钱足够买一块很大的巧克力送给你爸爸啦。可是爷爷的那份就买不起了，他会很失望的。红纸太好了，为什么我没有？是大野同学。喂，大野同学。喂，你是不是收到了冬田的巧克力呀？你是从什么地方知道的呀？你从其他人那儿也收到很多吧？哟，美男子真不错呀。笨蛋，不要开玩笑，我会生气的。我根本不喜欢吃甜的东西，这个你拿去吧，回家去吃。啊，好开心呐，真幸运。真的可以收下吗？再见。真固执啊。这就是他的风格呀。啊，太好了，这个就可以给爷爷了。哎，这个是冬田送的巧克力啊。我的这个又是谁送给他的呢？没想到绕了一圈，冬田的巧克力又到我这儿了，还不如早点送给山根呢。今天的小丸子为什么这么在意山根呢？有好多种呢，看花眼了吧。啊，9瓶巧克力，爸爸喜欢喝酒，就买这个吧。这个啊，每样10块，可以买5个呢。怎么突然觉得好兴奋呢？爸爸会是什么表情呢？
一定会是很开心的表情啊。是啊，他一定会很开心的。我回来了，妈妈，爸爸今天晚上几点回来呀？大概七八点吧。有什么事吗？你竟然问有什么事？作为妻子，你是应该要记住情人节的吧？啊，怎么说？今天是2月14日，还真忘了呢。妈妈竟然连情人节都忘了，成为家庭主妇之后就不再浪漫了呢。爷爷，有空吗？是小丸子。爷爷，今天可是情人节哦。啊，那是什么？我也不知道是什么，但是听说是女生送给男生巧克力的日子，正因为这样，所以也送给爷爷一份。给。啊，谢谢你，小丸子。送巧克力给爸爸，他会开心吗？爸爸不是不爱吃甜食吗？那可是酒心巧克力呀。那还是巧克力呀。话是这么说，但是装了酒就不一样了。我最喜欢吃酒心巧克力了，吃一口就感觉到了天堂。哇，酒心巧克力里面装着幸福，所以呢，爸爸一定会很开心的。再来一瓶酒。快点给我拿过来啊。来了来了，久等了。啊，小丸子，辛苦你了。请吃吧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是酒瓶巧克力。酒瓶巧克力？今天是情人节哦，所以把这个送给爸爸。这样啊，情人节啊，你小小年纪竟然知道情人节？爸爸，你喜欢酒是吧？所以我就买了装酒的巧克力。啊，小丸子，你的年龄只有这么小，什么时候开始变得会做情人节给我买巧克力这样的事情了？而且还特意为我选了酒心巧克力，太珍贵了。你还只是个孩子呢，说实话，你出生的时候，我失望地想，怎么又是个女孩子？可是养大后，又觉得男孩女孩都是一样的，像这样健康的成长就足够了，真的是太好了。我长大了真好，这点我知道呀。知道什么？情人节得到了巧克力，你的心情是什么样的？明确地告诉我吧。我的感动完全没有传递出去啊。爷爷，巧克力吃了吗？还没有呢，这么珍贵怎么随便能吃呢？小丸子好不容易送我的，你看在神龛上供奉着呢。这个不是供奉在神龛上的东西呀。把冬天送给大野的巧克力供奉在神龛上，我会受到惩罚的。爷爷，拜托你吃了吧。为什么？神明要是生气了，可就不好办了。为什么呀？我越来越不明白。不管怎样，快点吃掉。丸子，你不要把疑问留给我，你就走了。这是为什么？越来越搞不明白何为情人节，有藏内心的排拒。爷爷实在是太夸张了。爸爸应该已经在吃了吧？这些巧克力是小丸子送给我的，反正我也不吃甜的东西，大家帮我吃了吧。真过分！我好不容易给爸爸买的东西，竟然让大家吃！我丸子！什么嘛！真讨厌爸爸！小丸子，不要哭了。好吧，丸子，我吃，我现在就开始吃。丸子，你要好好看着我吃啊，我吃了啊。我也不希望你这么勉强的吃下去。哎呀，我要怎么做才好？好了，不要哭了。我也觉得一个人吃不完，想带过来分给大家吃呢，还是不要这样做比较好。真是太危险了，把丸子弄哭真是罪过呀。小丸子究竟给了我什么样的巧克力呀？什么什么？哇，只是我的名字变成了大野，还有丸子的名字变成了冬天了。这是哪儿跟哪儿啊？完全不清楚状况的有藏的情人节，那个时候的别人。从大野同学
就算是人情巧克力，我也想要啊。少爷，今年是53个。不错，还是很妥当的。大爷同学可能吃了我的巧克力了吧？就这样，每个人各自的情人节夜深人静了。小丸子嫌弃毛线内裤，天气还是好冷啊。是啊，如果我们的书桌是被炉就好了。小丸子，那也太奢侈了吧。不过带条毛毯来倒是符合校规的。是啊，不管怎么说，家里没有毛毯的话，天冷了家长就会让小孩子穿上毛线内裤。哎，难道说小丸子现在还在穿毛线内裤吗？那都是小孩子穿的东西呀，所以现在都没有人穿了呢。是啊，真的会被笑话的。其实现在不可以笑的，我裙子里面不就穿着毛线内裤吗？姐姐，能不能给我看一下你的内裤啊？给我看一下你有没有穿毛线内裤。这个不可能穿的吧。哦，果然姐姐也没有穿毛线内裤啊，只有我一个人穿着可不行，脱了吧。毛线内裤，再见啦，毛线内裤。小丸子，你把毛线内裤脱了乱扔在走廊上，你这么做也太邋遢了吧。毛线内裤我再也不穿了，已经没有人会穿了。这有什么关系，你还小呢，不要去管多余的闲事。真讨厌，被别人知道我还在穿的话太丢脸了。有什么呀，又不会被谁看到，没关系的，挺可爱的。一点都不可爱。毛线内裤在以前可是高档品啊。丸子，你不要这么任性的浪费东西，乖乖的把它穿着。小丸子，把毛线内裤利用起来做些什么试试吧。利用？把腿可以穿过去的洞缝起来做成帽子怎么样？爷爷，我成功了，真不能相信这原来是毛线内裤。从毛线内裤一举变形成帽子，这主意如何？有藏心中的牌局。如果给爷爷戴的话，那就试试吧。妈妈好不容易才买给你的，如果你就这么不穿了，妈妈有些难过。第二天早晨，好冷啊。小丸子，里面穿上毛线内裤怎么样啊？还是算了，我已经不再穿毛线内裤了。是这样啊，我明白了，你已经上3年级了。嗯，妈妈看起来有点难过呀。2年前。桃子，我要去逛街了，你跟我一起去吧。嗯。红色的怎么样？很可爱哦。那就这样吧，选红色的。好，这样冬天也会很暖和了呢。那天回家的时候，妈妈还给我买了肉包子，好开心呐。有着许多美好回忆的毛线内裤，在这2年的时间里温暖着我的屁股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想要和它分开。妈妈，可能是小丸子做错了，毛线内裤并没有一点点不好。什么啊，这么突然，而且我也没说过毛线内裤不好啊。你这是怎么了？毛线内裤有着肉包子的回忆呀，是不是妈妈？这个嘛，毛线内裤到底有没有肉包的回忆，我还真的是不知道。总之我要穿着毛线内裤，反正穿了裤子别人是不会知道的。第二节课呢，安排大家进行体检，现在请大家都去保健室吧。体检不要吧。怎么办，要不
不现在去卫生间把毛线内裤脱了吧？好，现在请女同学们先进来。不会吧，连厕所都去不成了。好吧，冷静地实施毛线内裤大作战吧。首先把上面的衣服脱掉。接下来把外裤和毛线内裤一起脱掉，只留下里面的内裤不要脱，必须要小心一点。要是从裤子开口偷看到毛线内裤，那就不好了。所以把毛线内裤放到最下面藏着吧。嗯，好，丁同学，25公斤。啊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，快点去换衣服吧。小丸子，你多少斤啊？啊，是小玉，她已经穿好衣服了。说是25公斤呢，跟上次的体重差不多。哎，25公斤啊！我是25公斤，还是50公斤，随便什么都行了。小玉，快走开呀、啊！我是26公斤啊，我比小丸子多了整整1公斤呢、啊。嗯。啊，我正在为毛线内裤的事情忙着呢。小丸子，再不快点穿衣服的话，男生就要进来了。我在这里等你了，咱们一起出去吧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一开始就不应该把毛线内裤放到下面藏着了。本来就很少有人从裤子的开口偷看毛线内裤的，现在如果快快的把裤子和毛线内裤一起穿上去，那是多么快乐呀！啊，那个时候的我真是笨蛋，真是笨蛋呐、啊！我想坐上时间机器去提醒那个时候的自己呀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冷静，冷静，我必须先想个好办法才行。好办法，好办法。啊，有了！今天穿的上衣不是有口袋吗？先把上衣穿上，然后一把抓起裤子和藏在最底下的毛线内裤，把它偷偷放进上衣口袋里，不就好了吗？就这么办吧。心里的自己可真棒。小丸子，快一点，快一点。等等啊，首先穿上上衣，然后把裤子和下面的毛线内裤一起抓起来。好的，靠手感的话，内裤成功被抓住了。然后只要把毛线内裤偷偷放进上衣口袋，好嘞，放进上衣口袋，这样就完美了。啊，等等我，现在已经开始穿裤子了。哎，这是为什么毛线内裤会丢在地上？明明刚才已经放在口袋里了，好奇怪呀、啊！完了，这是袜子，我把袜子错放进口袋了。小丸子。说起来是这样啊，刚才就一直掉在这里，一定是1年级或者2年级的学生忘在这里了。是啊，一定是的，因为只有1年级或者2年级的学生才会这么穿的。老师，有人把毛线内裤落在这里啦！小玉，哎呀，上面还没有名字，没办法，只好到每个班上去问了。谢谢随波同学。小丸子。老师说会到每个班级去问的，要是这样能找到失主就好了呢。到每个班级去问，那这条内裤岂不是会暴露在全校学生的面前了？过了几个小时后，转着转着，这条毛线内裤就被转到我们班来了。有没有谁在保健室里落下了一条毛线内裤呢？毛线内裤。在大家的笑声中，我一个人僵硬着身体，低着头，掉进了孤独的地洞。于是从这一天开始，关于毛线内裤的回忆变成了小丸子的噩梦。啊，够了够了，什么毛线内裤，我好想忘掉啊。突然转来一条别人落下的毛线内裤，真是奇怪吧？真奇怪。
奇怪呀、啊，连内裤都掉了，这成何体统啊？哎，该不会是小丸子你吧？看到打翻的味噌汤，全家人都醒悟了，原来是小丸子。但是小丸子可怜到如此地步的事，谁也不会再去追究，只能默默地收拾起味噌汤来了。哎呀，爸爸爸爸呀，爸爸爸呀，爸呀，哎呀呀，开大不了丘陵口，找一道黑。